来那个接下我的角色这样子的，然后这位是那个也是算我们台湾治安界的名人呐，哈，橘子先生，哦，那对，那听说如果说你讲超过5分钟，你电脑会蓝掉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，那我就先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 Lightning Talk 第一位讲者伊玛猫。OK，好的，哎，计时啊，喂。哇！我第一次看到没有讲话的闪电秀，